遇到警察临检，机车骑士主动掏出口袋，交出里面所有物品，但警方的视线却不是他拿出来的东西，而是骑士的裤裆，因为大的实在有点夸张。 吓到尿湿裤子，还否认藏东西在里面。警方好说歹说，还为了顾及他的面子，不要再桥下脱裤子，先帮他拿下安全帽，接着送他上警车，好好检查一下。哦，真的刚刚来对了哦。哦，来上车上车。那个裤，那个裤。你要放个鬼啊？那个裤啊？那个没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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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
想赖都赖不掉。原来黄姓机车骑士眼看桥下有零检，异想天开把毒品塞到两腿中间，结果眼尖的远景一看到就察觉不对，裤裆鼓的太明显，带上车检查后就发现里面藏有两包安非他命，而且因为太紧张不断漏尿，把警车弄得脏兮兮，害得玻璃师大人还得洗车，以免执勤时被异味影响了工作效率。记者王善伟台报道。